大家好，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火的小游戏，一笔写出90000，怎么写？好，不能有连笔哦，就是直接这样90000。当然，如果你直接写的话，一笔的话肯定会有连起来的笔画，对不对？不能连，怎么写？大家开动一下脑筋，让你的朋友写，写不出来让他请你吃饭，好，写出来了你请他吃饭，好，这样子，大家想不想学？想就来，我们直接表演给大家看啊。然后大家学会的话，去跟你的朋友玩一下。好，给你10秒钟，写不写得出来？一笔写出90000，不能有连笔哦。那这样子，既然大家都想学，而且很多人私信我的话，我们直接来写，写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很简单，你首先把这个对折一下，看到吗？好，把这个对折一下。OK， 仔细看啊，怎么写？很简单，它是这样子的。来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一笔写出来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多写了个零哈，变成了900000了。来看一下，个十百千万是吧？真的是900000了，是不是一笔写出来？如果你少写一个零，就是90000啊，是不是很简单又有趣？大家可以动手玩一下，学会的关注我，我小东，咱们下期再见。